师傅，哎，我还是陪您一起见孙副总吧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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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哎，我还是陪您一起见孙副总吧。这事儿你就不用再管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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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好好休息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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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儿呢？我刚跟我师父分开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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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叹什么气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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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我一跳，吃个水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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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完水果，电视一关，洗个澡，舒舒服服睡觉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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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玩狗了。我洗手了，洗什么澡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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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年人皮肤干燥，不能常洗澡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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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